茉莉花茶。他们的茉莉花茶呢，是把茉莉花花瓣里面包了一些茶叶，然后把它包起来，哦，做成是一颗圆球的形状。那你要泡的时候呢，就用你家里面的茶壶，哦，那种要大尺寸的茶壶，陶的那种，那种西式下午茶在用的那种大的那种陶的。